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姑娘，这位姑娘就想要找一个能宠着自己的小伙子，谁要是能跟她牵手，她说谁就会永远活在童年里。来，掌声有请姑娘出场。我叫冯伦，来自辽源，今年22岁，我是一名幼儿园教师。我的爱情宣言是残嘴女孩最好哄，找个男孩把我宠。好，你还在帘后的时候，音乐一响起，万万没想到种太阳的歌声响在了相亲的舞台上。这谁要是跟他牵手，你看多快乐啊！这吃的没少拿呀，这咋等会儿一边相亲一边吃啊？不是，就是、啊、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，都是他喜欢吃的。一车的童年。对对对啊，这行了啊！来，我看看背面灯的11号童老板。老妹儿，你真想让哥烂台上是吧？没有没有。那你说一下理由吧，我想听听你是什么理由。因为你的性格太咋咋呼呼的了，然后我实在是不喜欢。慢慢，我就是说啥，我的内心得慢慢品，不是说咋咋呼呼的，有点品不出来，难品。难品，你细品呢，像咖啡似的，你能加点糖细品。主要是你的样，我也不愿意品。好。你就品我，我也不一定能让你品呢，都。我还不稀得品呢。好。人家就是不合适，不合适就不强求，是不？我合适我也不能跟他合适。来，不能要你。哎呀，行行。好。你俩倒是挺适合的，哪一句话都不能落地儿，是不是？这乐哈小胖。挺开心啊。因为美女不喜欢被宠着嘛，然后就其实吧，我不太会宠别人，但是美女刚才过来一笑，对我来就是直接给你的，然后就哎一笑哈，就可治愈系了，我就觉得哎心里就可得劲了，我就特别激发我这个宠人的欲望，而且就你车里那些东西哈，跟我都有关的零食啥的，我就吃那玩意儿变胖。哎呀，这两个人有挺多共同之处哈、啊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会儿，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姑娘的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冯伦，今年22岁，是一名幼师，我一个月能挣2500左右。用我爸的话说，幼师毕业的相当于在峨眉派毕业的，真不是我挑。当幼师的身边真的没有男孩。我爸妈特别着急，怕我找不着对象，就给我报名了全程热恋。我姑娘吧，从来都没处过对象，也不会处对象。完说的呢，我们就想那个找一个呢，能呵护她、照顾她的。就是虽然她就是各种家务啥的哈都会做，但是孩子性格有点幼稚。确实，我身边的朋友、家人都说我特别的幼稚。我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画简笔画，我吃的东西也很幼稚，看我班小孩喜欢吃啥。我就特别的馋，下班了我就赶紧去买。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小时候就有的。这个枪我印象特别深，小时候是绿色的，5毛钱一个，然后现在也涨价了，变成1块了。幼稚就幼稚吧，我也没觉得这是缺点。天天跟孩子在一起，我充满了童心。我这辈子都不带成熟的，但我觉得这也挺好的。我看台上的男嘉宾有很多和我一样幼稚，就是例如1号万森老师，他是黄色的头发，绿色的鞋，虽然年纪搁这摆着呢，但我感觉他也和我一样差不多幼稚。再看11号童老板，虽然长得老而且还黑，但是他的身材和我手上的粉红豹一样，瘦得跟个杆似的，而且还天天搁这摇个花手。我就感觉他也一样非常的幼稚。
再看五号金宝，一脸匆匆那年的幼稚相，我都看节目了，还和女嘉宾互弹脑瓜崩，看着挺好玩的。再看十六号小胖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俺班小孩似的，我感觉他也应该挺幼稚的。这一堆这一块的，我就想知道台上的你们谁最幼稚。三号大头。哦，你好美女，就是你那些娃娃，你是不是喜欢娃娃呀？挺愿意玩的。啊，我家就是得家里得有30多个，我车里现在我就是后排上面玻璃还有一排10多个，我就是没事我愿意抓。就你要一会儿喜欢，你可以就是下台之后，你上我车顶取去。谢谢。就是我还有一个小要求啊，就你看那些吃的，你能送我一袋？那得看谁给我牵手，他愿不愿意送。不，那老邪送你一袋还不行吗？送你一车娃娃了，一袋下条换不来呢，我都发现。对呗。可以啊。对。那你自己挑一个吧，啊。老妹儿周边还有邻居啥的呢啊。邻居啥的。给的对啊，老师，去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整挺好，用心良苦，我哥们送一车娃娃，一袋下条没换来。谁跟你说话，他给你娃娃寄来着？哎、啊？谁给你的？大头，我就没啥事。走啊！那个三号大头啊，娃娃给不给我们了？娃娃？啥也没有了。啥也没给我也不稀得要。刚才我看了这短片里面这几个玩偶是都出现了，是不是都出现了？对，都出现了。你今天都拿过来是啥意思呀？就是送给他们的。要送给他们的？对。哎呀！刚才短片里出现这几个啊，来五号金宝。不是美女，我看你说我们几个幼稚，你自己心里边有没有一个最幼稚的人啊？这个是谁来着？这个金宝，这是金宝。啊。这个是谁？这个童老板啊，这是童老板。我还能瞅点啊。这个呢？这个一号啊，这是班森啊。哎呀妈，这个行了，这个一瞅就能瞅出来。谁？小胖啊。那你太形象了啊。那谁金宝问你了，这四个人里头谁最幼稚啊？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金宝，刚才我还看见跟捏脸来着，捏人家脸。对，是吗？你觉得咋的？太幼稚了，给人捏成那样，是不是？就成了老大。那说你最幼稚呢？啊，说我最幼稚呢？我还没听呢，我心里李亚彤呢。不可能是你，不可能是他长得那么老。我吃你家大米了，我本来我找不着对象，我站的我就挺难的，都最后一个了，灭就灭了，我都不出声了，干啥呀这是啊。哎，我觉得真的没有喜欢你的性格挺好的，就是我不喜欢。好，来，你都把这个玩偶拿过来，来你去吧，你安慰安慰啊。老妹儿这回稳当了，别送错了。我不可能送错了，长记性了。